子涵，来见见你小叔，他刚从国外回来，七姑最近不在，所以先暂时住在咱们家。就他，你们跟我差不多大。嗯，就是我，子涵妹妹好。你们俩要好好相处啊。那个子涵妹妹啊，你家也没有零食吃啊？哥哥，我有点饿了。哦，对了，顺便再帮我倒杯水。你闭嘴，使坏谁呢？这是我家。我这不是客人吗？你是客人，我怎么没看出你有客人的自觉呀？看你压根是没把自己当客人，而是把自己当主人了吧？还让我给你拿零食倒水，怎么不上天啊？还想在我的地盘上呼风唤雨，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配不配？你这么对我，小心我告诉你爸妈，让你挨揍。还想告状？就凭你，我告诉你，找谁告状都没用。在我的地盘上，是龙你得盘着，是虎你得卧着。我这就去，在哪里倒水啊？那么大个饮水机你看不见，让你去还不快去！